王公甲王孙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！大家好！我是阿孙啊，大家今日有孙无？有啊！有欢喜无？有啊！有赚大钱无？有啊！有赚到钱无？有啊！有交起警察局无？赚到钱就爱交起警察局啊？哦！足奇怪！今仔日阮兜的气氛吼，敢若足严肃的哦。在空气中，我有去闻到茶的味。茶啊！茶啊！哎，茶过，茶过。你跟我买下去。进来。好。我老公跟他中风坐里啊，拢袂叮当。哦。伊边有一个我，哇，迄阵物咧蹦黑鸭的我，迄规矩拢红的，表示黑鸭差不多300。我老公应该哦，即要等于做仙啊哦。吓！吓，甲规日摆一个，进来。啊。都要叫你开了，你敢开了？阿叔啦，开了！这是你的，阿公在哪里？阿公在哪里？阿公的死。阿公康荡。阿公到底是安怎啦？你那样生气啦？你今仔日恁好老师安尼寄考试单转来啊？你安尼国文考偌济？你敢知？我这考八分。那有可能？咩无可能？你读个卡车片去呀？我读卡车片，第一个考个卡车片应该是岳飞云妈妈，精忠报国读个卡车片。搁点来编？国文读八分，考八分，这考安怎啊？你啊？你考几分？你考几分？我十分。什么十分？卖个假啊！伊拢抄我的，大家拢八分。所以阮吼，阮五个徛到阵咯，迄个呐吼，迄汽车吼咧小动咧，叭叭叭叭叭，安尼用八分。不是，那块就考八分，你若讲英文数学考较少，我嘛较袂晓俩讲。哎，迄个字啊，家己也袂晓写啊。不然你啊，不然安尼，我等伊了，要来见咧，咱来做咧种啊。啊，刚才我今仔日啦，有一个阿公多年好朋友，伊这个啊。文学非常的厉害，有读书的人哦。嗯啊，连咪恁就爱叫伊邓公公啊。邓公公，好啦好啦，阿公，刚才有人在饲电铃啊。等恁来好好学电哈。好，我知。哎呦，哇，邓公公啊，真久不看。哎，找我有何贵干啊？我跟你讲话，我那无改，我遐错落了吼。我这文学呢，有何贵干啊？是的。今天呢，要请你来呀，有非常这个重要任务啊，拜托你。什么款的任务呢？呀，我这孙啊不休假。哦，国文干了考八分啊，你呢？哎呀，我来想讲，你这个文学，这个是真深的吼，是不是要借用你的才华呢？搞个孙小我看家是。你恐惊你叫唔到人呢？我全都是算命。我知啦，兼听字，就你来呀，哦，啊，就如果系孙啊，安尼，无你啊，先我甲教学一下，安尼嘛好。我叫我做伊老师就对啦。系啦，啊，老师坐大位呢。系啦，来，邓公啊，真拜托个，受着你的尊重。哦，啊，你个即个囡仔小教一下。小教字啊，是安怎写，还是讲安怎解说呢？较多。好，开天辟地，头一课。哎，爱教伊这个叫做形声合体字。形声合体字啊，邓公啊，啊你写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讲第一课要甲大家教这是什么？这什么意思？有看哦。哎，木字伫边啊。对。这形。形。啊这声。声。形声。哎，形声合体，看到哦。啊这来读张。张。好。啊，这你看看，嘛是同款，木字伫倒边，左形右体，容，是情还是形啊？情，这拢是植物。阿公，啊，这人是骗子。阿妈讲，这是杯，拜托的，迄杯啊吼，有用迄玻璃，用迄哦灰啊落去烧的，还佫用土落去烧的，那有可能讲，逐摆拢甲这拢有关系啦。这是乌白讲，阿公，这骗子，这恁朋友吗？喂，讲了这囡仔，下文清就是伫遮嘛，嘿，对不？举要反三。看到这都不是读布啊，啊转起来啊，读杯，读杯，哎呀，无咧，伊讲那嘛无唔对咧，这木字到底布字，就是讲无一定是木材做的，哎呀，举一反三，头壳较巧的，无，阿公这骗子，安尼对啦，迄甲木无关系啦，迄木伤济吼，一嘛无讲介好哦，我讲，我一个朋友哦，因兜开个木材行哦，好，安那写我写一摆互你看，好，真是木伤济唔好嘛，正经的啦。
哎呦，森林林哦，木木材海哦，未歹啊，系啊，什么未歹？这就歹啦，唔是啊，那个森林的木头真济足好个呀。这看起来敢那真好，其实无讲介好哦。这拄开始的时阵哦，生意真好哇，拢木材哇，啊开到尾也中哇。本来三层啊变两层，股东本来真侪，即马剩两个尔，到尾也剩一个股东尔，到尾啊这个债你话债这边敢那剩半边尔，剩半个股东，到尾啊这个城哇，这城就是走路，啊你开甲走路。卖生气啦！你讲这嘛有道理啦，啊，阮孙讲的嘛不了有道理的，开玩笑。安尼，我伫众人面头前是要来客气啊？啊，你搞我吐槽呢？无，你是叫我来做家教？无啦，这个听字是你专门的嘛？哦，今日若有机会，都麻烦你来听字啊，大家参考一下，安尼啦，看什么人有什么问题，来解决安尼啦，吼。我靠，有人啦，有人来听啊，什么人啊？胖哥，来。问题，小段，这个恁是要来找老爸老母还是安那？不是啦，我有一个问题，较麻烦，要请教你啦。是啊，什么问题你讲？阮两个人吼要开一个新的节目，啊，不过吼，迄名还袂好好，啊，想讲来遮找碰工要来测字。来到所在啊，真的吼，今仔日俩多一个文字的专家邓公公伫个遮，哎，多会使甲恁两个解决吼。老邓啊，来了，快点！哎，拆字我上头，拆字就忙找我。恁两个这么写字字，吼，啊，家你看灯光看麦，到底迄字拆起来是怎喏？好，来，啊，无着写，好，拆字字，好，这就是好字，这是一个路，一个字对不？囝，嘿，哎，水果牛啊，好啊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讲，一路这个字到底是好嘛？好嘛，就水啊！这两个查某囡仔合起来做的节目一定好，绝对赞的啦！阿公，这是骗子！这是骗子！这里不是安尼讲的，不是。阿公，我来，你看，这一个路，一个字，唔知都好嘛？对，爱两个拢路的啊！哎呦，对不对？啊对。所以讲，我这两个加起来，这个袂好。啊，若真正好来存这一个路，一个主，安尼才有好。哎，怎么讲安尼好？阿公，这个是骗子，唔通去听伊个。所以，意思是不袂使两个查甫囡仔。对，这一定吼，恁两个要主持一个节目，所以就其中爱换一个查甫的。人讲吼，一个路，一个主，安尼斗起来吼，叫阴阳。啊，阴阳吼，人讲吼太极，安尼叫两仪。啊，叫吼四象，啊，叫吼八象，啊，叫吼十二天干地支，到尾啊。36天公72地煞，安尼吼，所有的物件拢有形形相克，安尼啦，相生相克。我有没叫你阿公呢？真正的，安尼好，乖孙呢。哦，啊，你讲呢，嘛有道理哦。安尼我讲给你听，足厉害，规气就叫白搭一只就好啊。阿公，这个骗子，因两个爱换掉一个，我甲另外一个来去参加，安尼迄个节目一定会红。哎呦呀，人伊电视台唔得微博，你嘛爱咩都爱聊，你就慢慢啊来嘛。这里好字，两个人解脱无共，安尼请你查囡仔，佮写一字啊。好，无问题。阮这个节目是要带大家出去佚佗的，无？对，佚佗。嘿，咱来写这字。七。会应该无？来，邓公公，麻烦你解决一下，试试看啊。来，我看你变哪转。车甲安尼劈一个，劈一个，安尼哇！哎呦，如果变光滑四射啊，哇！变光哦，光啊对不？哎，这节目绝对是我了解你意思，就是讲你这个一切人那是设计国际来讲对不？吼，那变成你讲两个查囡仔劈子，为只出啊，没错，变光哦！哎呀，我的地基就是成功啊，骗子！你奥瑞。阿公，迄袂听啦。是啊，袂听。我跟你讲啦，伊写这个七字吼，其实足危险的，你知影无？阿哪讲？人个上帝吼，看到你做人的时阵吼，是星期一到星期六嘛吼，大天拢有代志通我做。啊，但是吼，星期天第七天就是安息日，安息。啊，那迄天做节目吼，迄个节目拢大家拢去休困，拢无人来看我。大阿公骗子。哎呀，我你讲，刚才这两个查某囡仔开节目变乱，骗子。所以我来解释。既然甲用迄边拢解释袂出，咱就用英文来解释。哎呦，其实安尼嘛 ，seven 嘛，哈。哇，就韩文呢。这个 S 呢，用个解释是这个 super。哎呦，超级诶。这都是超级嘛，哈。哇，阿公，
你可会晓讲英语哦？开玩笑 ，A B C 是按照伊看图所讲，我哩比较对。OK，S 做你做滚。嘿，啊，这个 E 呢 ？E 什么意思 ？E 呢，就是 evening。Evening 就是早起的意思。暗时啦。暗时意思。查下资料，就是讲这个超级的暗时啊。啊，哎呦，本节目叫做超级夜总会嘛。哦。意思讲恁两个都有来吃。是。安尼这节目温昂的。哦。新节目的名叫做《青春好气头》，好不好？